是那么真，在黑暗路上你是我脚前的灯，感谢神是你给了我永恒，在十字架上我看见他，再次说感谢神你是那么的真，感谢神你是那么真，在黑暗路上你是我脚前的灯，感谢神是你给了我永恒，在十字架上我看见大恩，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，这时候他要医治我们，释放我们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这个时候他要进入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把他的彩虹放在我们家里面。如果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入我家里面，请你帮助我，我有很多的债务，我有很多的问题，甚至于疾病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好不好？神的灵在这里，我为你祷告。不管你是基督徒，你说我需要耶稣的能力，我需要神迹，把你的手举起来。哈利路亚，看到你们的手，重点不是我看到你们的手，上帝要看到你们的手，因为他帮助你们，他要来到你们生命里面，他要解决你一切的患难。阿们。主耶稣，你看到每一个举起手的孩子，你看到每一个在这里需要你的神迹，需要你的爱，需要你的智慧，需要你的生命，需要你的荣耀彰显的。主耶稣，这时候我奉主耶稣的名，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鞭伤，主耶稣，我们这时候领受你赐给我们的彩虹，赐给我们敞开的天堂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一切恶者、魔鬼、黑暗、诅咒、攻击、毁坏、杀害，一切的谎言跟怀疑，一切的纷争、愤怒，一切的脾气，一切的上瘾，我奉主耶稣的名，这时候来斥责离开每一个举起手的孩子跟家庭。主耶稣，这时候我们要宣告自由，我们要宣告得到完全的平安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当我们举起手，从这一刻九月、七月的二号开始，我们永远的领受到你永远的恩惠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帮助我们继续的更认识你。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相信你领受吗？相信你领受，说阿门。最重要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大家都要神迹，可是最重要的，我跟你说，不是神迹，是神。神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有神就一定会有神迹。而今天我们如果只是要神迹，我告诉你太简单了。可是我们要有神，神却让他的独生子，为了让我们可以拥有他，住在我们心里面，他的儿子，惨死在十字架上，付出了一切代价。阿门。所以今天，我跟南星大哥我们的团队来，是因为我想要看见大家可以领受到这个最大的福气，得胜一切的债务，得胜生命里面继续魔鬼要给我们的黑暗，就进入他的光明里面，不再活在黑暗里。哈利路亚。如果今天你听到南星大哥的见证，包括我们的敬拜，或者说你今天要听到我们南星神，哈利路亚，是主基督里的神。起来。
做一遍哦，我们站起来。如果你带朋友来，你懂他要，他心痒痒，鼓励他，陪他一起站。如果你有带朋友，你陪他一起站，对，陪他一起站起来。来，注意啊！对对对，哦。